空间缝隙残余的能量形成时空错展区，时空错展区的蔓延将会吞噬掉一切空间。希卡企图借此摧毁地球，夺取基因石能量碎片。变形联盟必须尽快制止希卡，阻止灾难的发生。变形联盟，正义出击！当务之急是壮大我们的队伍，我们需要更多能量。可是能量哪里来呀？还有我们的队伍又该哪里找呢？哼，我早有了完美的计划。啊，那是什么？库布班库伊用极热武器击击，准备战斗。动作快，一定要拿到那个东西。对方火力太强大了。那是时空兽，真会挑时间来凑热闹。哼，时空兽来得正好，让这场战斗更精彩一点吧。他们消失了，不行，得赶紧通知变形联盟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怎么跑到沙漠里了？是时空兽，他把我们转移过来了。我们要的东西就是这个石头。喧哗，你真傻，这不是石头，这是特别大的石头。我们要大石头。对，要很多大石头。那为什么不去山上挖呀？够了，这不是石头，这是掉在平息室的陨石。不是普通的石头，而是宇宙掉下来的石头。那不也是石头吗？也许你们可以叫它能量的石头。好饿呀，什么时候才能吃饭呀？你不是刚吃完饭吗？怎么又饿了？我才吃了那么一点点。就你那量还一点点？要不是刚刚霹雳炮拦着你，你怕是要把饭桌都给吃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哪有那么夸张啊？昨天平息室落下大量陨石，引发轩然大波。还好变形联盟出动阻止了这场大灾难。昨天那波陨石可真够厉害的。有我宇宙第一在，还不是刷刷两下就搞定了。手是有点疼就是了。因为你一直被时空兽打倒。而且被打倒了两次。要不是有我在，你们估计都会被砸成烧饼。说到烧饼，我好像又饿了。长臂一天饿24小时。布利士，浩肯星突然袭击了特勤队基地，还出现了时空兽，希卡抢走了昨天掉下来的陨石。什么？我们马上出动。海城，你联络我老爸，赶紧去到特勤队基地了解情况。变形联盟，正义出击。神机手，追踪到希卡了吗？哇，就快了。快点呀，我要快点打完回家吃饭。搞定。
跟我来。哎，我们都找了半天了，怎么还没有看到西卡呀？不对劲，坐标明明显示就在这里。小心后方，西卡出现了。还有我们，提高警戒，我们速战速决。是时空兽。耶，越来越好玩了。别跟变形联盟周旋，快把陨石带回基地。是。谢了，时空兽，变形联盟就交给你对付了。大家小心，特勤队长说这时空兽有空间转移的能力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空间转？啊，长臂，神机手，转移。哦，我懂了。啊，你们也在这里啊，真热闹。我们快点回去打怪兽吧。神机手，这里距离平行室有多远啊？不远，也就5000多公里。什么？这也太远了。等我们回去，怪物都被打倒了。还有，这样会错过晚餐时间啊。长臂，你别吵了。少了长臂和神机手，我们的战力变弱了。变形联盟聚合变形。小心时空兽的攻击，否则我们也会被转移的。既然是这样，我们就把攻击还给他。趁现在，特勤队说西卡他们除了陨石其他什么都没拿。西卡他们这么大费周章抢走了陨石，究竟是什么原因？我看看，平均而言，陨石的成分有90%以上是石质，除此之外也可能含有铁，或是地球少见的罕见金属。罕见金属，罕见金属能提炼出地球缺乏的物质和能量，我推测这应该就是西卡他们要陨石的原因。队长的结论和你一样。只是浩肯星要用这些能量做什么呢？对了，长臂和神机手他们怎么还没回来？长臂，神机手，你们在哪儿？在回家路上了。你们
我吃晚餐啊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已经吃完了。什么？我们就快到了。嗯，是快了，也就还有4000多公里。讨厌的时空兽，我肚子饿了。